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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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错，听到这个旋律就知道又要来报哥吉拉的消息啦。不是因为我特别爱哥吉拉，而是这次真的有新情报要告诉大家啦。那就是这次哥吉拉也会在 PS4 上推出哦，而且听说日本东宝还要自己拍摄哥吉拉的电影，哎，究竟是怎样啦？请看我们的详细报道就会知道喽。还记得先前为各位玩家们报道过由万代南梦宫推出的 PS3 同名游戏 Godzilla 哥吉拉吗？在上周 PlayStation Experience 的游戏爆点连环轰炸后，万代南梦宫也同步宣布哥吉拉将在2015年夏季登陆 PS4 平台啦。本作除了将老牌经典角色们统统拉回游戏中，连超冷门的喷射杰哥都收录进去啦。游戏也特地将新电影版本中的肥胖版哥吉拉加入，绝对是哥吉拉的粉丝们不能错过的。顺带一提，日本东宝也确定将拍摄日本版特摄哥吉拉电影版，预计将在2016年上映。后续的消息也请继续锁定我们电玩宅速配喽。